你不也拍戏吗？我没拍，没拍过仙侠的这种，我就我每次看人拍仙侠，我就说这把把剑，这样式的。对，我觉得老难了，尤其就是假装搁这发功。飞也挺难的，你还得在上面。飞还好，没哑我也，我没掉过。没哑，但我想象中，因为飞你对吓人肯定是吓人，有的他从高处往下飞的就挺吓人。嗯，还有这种，反正我每次看那个招式就是。就是也没有后全靠后期配特效那些招式，我觉得就挺吓人的。还有那种，就是他这里不是力竭吗？男女主就有瞬间移动嘛，然后他就会突然蹲下那种。哦。然后或者是大家等一下，然后他就走进来那种。我觉得很难。杨门演一场戏，就是他演那个他走死了以后，女主角在怀念他，因为他跟杨超越演的那个人是好朋友。好朋友怀念他，他就是有一个人影在这儿，然后他就人影也是他演，人影他得演。然后那场戏我在，我就仔细的观摩了，因为那个男女主角坐在台阶上，然后女主角在怀念他，杨门要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们两个流泪，那挺难的，很难。但他真的哭出来了，我说你行啊，你哭出来了。他说，然后他就是他的戏份确实比较有来有往，他还有一个。走掉的过程是不是两个人对更难，比你一人演还难？我觉得一个人比较难吧，有个人他能给你拖住，有时候那个一个人台词儿，你和我和你的这样。而且我们这种，我觉得就是你不在故事里，然后你就会这种那个小说的这种电视剧的这种男主都，而且可能你现实中遇到过，但你就觉得他很傻，可能还是不够帅，对，很难注意到他别的优点，可能没有法术他们。对，你说他人家一抬手完这个海水能给你卷起来，那能一样吗？他一抬手啥也没整出来。哎，你们会不会看那个？就你刷微博短视频，刷着刷着。出现一个画面上就是那种做手工，你知道我又沉迷手工，他就是做手工，然后背后再给你讲一个，对，讲一个别的事，第一人称的小说。我想说这个视频真是牢牢的拿捏住我，因为我做手工我就能看很久，他后面又有信息量正好的那种小说，我就会点开。我最近看那个有一些东北的女孩结婚了之后拍视频骂自己家老爷们儿，我天天看，有好几个。或者他们的语言表达都非常精彩，就是他骂还不是那种直接，就很幽默，然后还各种这个小词儿，我都永远都想不到那些歇后语，那些比喻，骂老精彩了，这语言魅力太厉害了，你给我看劲儿劲儿的，可精彩，短视频的世界。很多人看长剧也是看卡段，你最近看的剧长剧是好像真就长相思，后面就你呢？雀刀门吧。哦，雀刀门你还看完了？嗯，雀刀门我雀刀门我没看完，就是零星看的。他就是对一集好，对一集不是咋太好，但我坚持，我就看了那个一些爱孩爱孩。我这段时间把我对你的感情都写成了一首歌曲，名字叫《爱孩》。爱孩，爱孩太好笑了。嗯，那我看《西出玉门》了，好看吗？我在他家还看，他过生日，好看吗？挺好看的。我最近就没啥看的。他过生日，我在沙发上打开了《西出玉门》，更新到我最近更新的这两集。抛开白宇还好看，不是好看，不是那个剧，它就是好看。是吗？而且倪妮演贼好。他是盗墓的吗？还是啥？不是这个奇幻的，还不是盗墓。有法术，有法术，有法术，有的有法术，有的人不是法术方式，他们叫就是法术，啊、对，就术士，就是他们。就是说这玉门关被封起来相当于是一个另外一个时空，等进去之后他们有自己的发展，完了只有倪妮一个人能够穿越这两个时空，然后他们得从咱们现实世界往里面运货物，有一些物资什么，因为里面啥也没有，但里面有黄金，然后倪妮就从里面就往出运，但是很多人都想弄死他，因为他势力特别大，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除完了吗？除完了，完事了。所以他跟男主角是会谈恋爱是吗？谈恋爱，谈恋爱。有那种不谈恋爱的男女主角吗？好像也有。咱们思考一下啊，男女主不谈恋爱的，缺刀门，缺刀门还爱孩呢。
我讲讲啊，男女主不谈恋爱的，你们男女主是兄妹的，或者是家有儿家有儿女，长相思，家有儿女，打一秦明谈了吗？哎，好像没有。哦，他们是铁三角，好像没谈。对，铁三角，但也有暧昧吧？对，有点暧昧。那啥的，鬼吹灯啥的，鬼吹灯也有啊。就是一开始也，反正也不是以恋爱为主线，多少都得恋上点。那你说男的女在一块是不是很难，连暧昧都没有？就是，就你要写又有故事的话，对，就是你要想把它拍成电视剧的话，这俩人纯是，他也可以是就是别亲戚关系嘛，或者是啊，我看过那个，那是家有儿女，一个美剧，就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女孩，他俩合伙那个抓坏人啊，很多美剧没有破案的，一些以破案为主的。我之前看那个当港剧，以前的港剧。那个以前就是看破案的嘛，觉得案子非常精彩，长大之后再一看那里边的道德就是伦理关系就非常的先进，就是现在有时候大家会翻出来说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么先进了，就是它里边的感情线非常的精彩，谈恋爱没事的。就我就觉得咱小时候，我有的时候刷到小时候看的偶像剧，我就觉得好好看，什么放羊的星星，放羊的星星是好看，在身边什么的，嗯，现在就没有那种漫画改的那种很痛快的，是不是看的多了呀？现在小时候就那两部，我觉得贼好看。不是，它的工业很特别，现在都没有那种背景音乐突然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哎，那时候感觉套路和现在又不一样，不太一样。现在啥设定都有，现在就是。五花八门的，那时候感觉就是全是灰姑娘的故事。对对对对对，而且那时候男主角都很坏，现在的男主角都很好。现在不流行那种坏小子了，好像是不？坏小子只能当男二。我记得咱小时候男主十个有八个得是坏小子。那道明寺都啥样啊？一般那种就是品学兼优的、温柔的，都是像化作泪那种的，化泪那种都是男二。现在是品学兼优的是男一。男一是啊，男一。其实小的时候偶像剧的女主角有很多设定，现在也都没了。但现在就是女孩变得女主角变得美女，就是设定是美女的很多，就是她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要啥有啥，第一美女是吗？其实就是很多网文都是爽文，对，就是主角就是都是要啥，以前也第一美女也老多了。那以前我记得都是平平无奇的女孩，但是大家都爱她，因为善良。对，因为她善良，为人积极正面。有两，以前也是两派，有一派是这个灰姑娘型的，有一派就是本身就是老厉害了，完大家都嫉妒她那种。啊。她又美，但是她其实又很善良，然后但是又有。恶毒的这个后妈啥的嫉妒他，那这种就容易苦情，就苦情，苦情，有点苦情，嗯，也有。我现在没事儿，就是坐飞机，我还会把以前看的那个网文翻出来，然后下载好，完我再看一看。那种是真的解压，老解压，就是他你学不到什么，但你有一种快感在流淌，贼解压，嗯，就是那种修仙的，我也再看一遍。我想做个偶像剧，就是一夜醒来，公司股份到自己手上了。你是怎么演啊你？这还有演吗？这是狂笑！不对，你得让观众知道咋回事儿。你得看，拿着手机，哎，公司的股份怎么都到我手上了？没有人发那种就是铺天盖地的那种新闻报道，完了什么新晋女总裁，楼下围了记者，又很懵。然后别人给打电话，完他在睡觉，我拿起来，喂，怎么了？什么？然后夸一下坐下，什么？公司的股份完了开始。那这个时候，公司老板应该得是个大帅哥。我就是老板了呀，他是老板了，完给谁施法呀？原来老板，我本来想原来老板去他最看不上那家公司当老板，啊，我跟他商战，现在看商战。你这是啥时候萌生这个念头的？从小看的时候就有啊。小时候写过没？嗯，我也写过。俺们那是全流行写，自己写。当时是受公主小妹的影响，大家都有什么？不是，当时我们是天使街23号。哦，郭妮那小子真帅，嗯，壁花小姐，金月夜李哲宇，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两个名字。天使街23号，还有金月夜是男主，李哲宇是男二。龙人与你死定，这我知道。嗯，就受他影响，完了哇哇就开始自己也写，
你写啥？校园爱情？校园爱情？那都是校园。不写豪门恩怨？小时候还不没见识，没领略过豪门这一块呢，就是校园爱情。还有那种权谋的，我看老多了。两个人这个什么，你一个世家，我一个世家，咱俩就是没事就斗，完后又好了。联姻什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都能你都能在莎士比亚中找到原型。那很多网文他到你花钱的章节他就不好写了，你知道吧，他就无限写长，就前面节奏都可快了，烦，不给一个好结局。嗯，你们听过那个著名的就是故事，不知道真的假的，写的30秒，是吧？对，三十秒那个图书馆，图书馆30秒，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名，但我没看图书馆30秒。那个不是说很感人吗？我看了，我不是感人的，就很扎心，它不是感人，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图书馆停电30秒，你在想担心我，还是在想你的那个人？那不是感人，它就扎心，就这一句话吗？我说我还有一个故事，然后有一个故事是那个他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就不是他后来有一天发现他男朋友的那个微信就聊天记录，然后就有一个跟一个女孩的聊天记录。然后他最后让他决定死心的是，他发现他过生日吹蜡烛的那30秒，这吹蜡烛的30秒。反正我看了一个这个，但我也不知道图书馆30秒我是咋记住的来着。就是这个梗太火了，他还在跟他这个女孩聊天，写的就其实跟小说似的啊。网上可多了，娃娃给我推。你要是看的话，就老推，有一阵儿就老推。我看完人家跟这个 crush 的这个聊天记录，完我就看人家骂自己老爷们儿，清清清，雷霆雨露。行。